这颗南瓜为什么长成这样了？还有救吗？这是被瓜石蝇叮咬造成的。丝虫会在幼瓜的皮下产卵，幼虫会在南瓜里面蛀食瓜肉。看到瓜变黄、腐烂或是提早掉下来，就是已经被叮咬的证据。到最后，整颗南瓜会腐烂，已经无法挽救。所以看到南瓜的母瓜长出果实，就要套网袋。套袋可以保护南瓜，直到收成为止。